好了，可以了，请投币，你们三个上，阿林、甘宁跟那个易修成，投币投币。哎，你已经开始了吗？你们已经开始了吗？四魂不受欢迎啊！铁拳，你要不要玩这一款？对啊，这场三人，你们三个啊，肯定要玩的啊。哎，三个都上了。啊，铁拳有没有玩这一款？上次这一款你有没有玩到？还没上楼，好，那你继续忙。三 B 为什么在发呆了？三 B 醒醒啊！没有啊，铁拳还在忙啊，又烦啊，铁拳还没坐到电脑前面啊，他可能是用手机看的吧。逃逸歼三，三 B 赶快投币啊！你不能投币，那谁可以投币？那个一批多投一些币嘛。一批是谁啊？哎，一批就易修成不是吗？有啦，可以投币了啦。把血补回来吧，黑暗开始吗？哦，可以啊。这一款莫名其妙的啊，那个游戏的平衡感做很好，应该要就这么讲，它游戏的平衡感做很好，敌人的强度刚刚好，然后我们的花招也够多，玩起来就不会有那种说。很不舒服的感觉。这一款是我觉得啊，不用什么技术，然后也可以玩得很热闹的游戏。二批没血了，为什么还可以继续站着？没倒地就不会死就对了，不倒地就不会死。杨同学晚安，哇，都要十二点了呢。哦，他就叫你，哎，是怎样无敌的？二批无敌的？二批是 bug 吗？你刚刚不是倒地了，为什么还不死？电动间要是发生这种事，一定爽死了。那不死了吗？
哦，原来二 P 是黑人，不是红衣服，我看错人了。哎呀，嗯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那、啊、今天换你守夜是不是？之前的医院里面，在医院里面感染到了吗？不是说回家了？嗯，啊，你不是在医院顾你老妈？错人了吗？是我提前找。哎呀，那就辛苦啦，这一阵子还是要再辛苦你一下啦。他是平民在家里面，还是放在外面的那个，还是在殡仪馆？如果平民在家里面的话，哦，有晚一钟哦，所以我记错，我一直记成是你妈妈。所以你在医院照顾你妈妈，我是照顾爸爸。一直接到拳头，其他小孩子吗？你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？
啊，殡仪馆现在跟你讲行情是多少？应该会给你一个完整的报价了吧？或者是跟你报多少？白天过去这样，这一阵子也是辛苦的、啊。再来，后续还有一个，再来，妈妈也要照顾啊。哇，杨东杰，你这样子，要加油，要加油！叫做，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游戏名称。那个台南朝委，我跟你讲，最后这些游戏我会全部整理出来给大家下载，啊、哦，这些三人玩、四人玩的游戏都会整理起来。这个叫暴力部队还是暴力军团，我忘记了。三人打的游戏，三打。不好意思，我按到了，没看过，没看过的还很多呢。啊，主要我这一阵子是做那个三人玩、四人玩的游戏啊，也做了好一阵子了、哦。我们三人玩、四人玩的游戏也做好一阵子，玩了大概20-30几款了。以后定期收看。我们会有一些游戏会回头再玩。这一款游戏是热血躲避球那间公司出的、啊。
哦，他一打二哎，你们刚才包围他，他还一打二哎。他这个王设计的，你没办法包围他、啊。一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了吗？要记得投币哦。像英雄榜里的人哦，越狱的人，那一天昨天吧还在讲 NEO GEO 都没有三人以上的游戏，越狱的人尺寸比这个，他这个大概是四头身吧，越狱不是四头身哦，越狱的有五六头了吧，有五头到六头了吧，我觉得越狱的比较修长一点点，其实越狱也蛮经典的，而且越狱是一款从头到尾靠飞踢的游戏，从头到尾就飞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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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到最后去，虽然我没有踢破关啊，但是玩越狱也是蛮划算的，越狱可以玩超级超级久，因为我就在那一直飞踢一直飞踢一直飞踢，然后他那个你打的时间久，他也不会出现什么强制前进的那个难缠的敌人，也都不会。越狱就是你本事玩多久，在那边耍多久，他都让你耍多久这样。果然，那个换完这一款以后，观众人数又跑回来。你们这些家伙，这最后一关了吧？每一个王都出现了。刚刚打的是第一关的卡诺夫，再来这个铁锤是第二关，刚才第二关的话，这应该最后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越狱虽然没办法快捷破关了。但是就我刚刚讲，我五块钱真的是玩，就一直靠飞踢而已。模拟器我还没把越狱破关过，因为越狱是我觉得玩起来还蛮那个的。不会啦，你愿意飞踢的话都可以踢而已。而且任天堂跟那个红白机后来也有出一个越狱啊，但是动作性没有 NEO GEO 那个又没有大型机台那么顺就是了。如果我们玩一些任天堂或吹台的游戏，就会觉得 OK 吗？因为再来三人玩、四人玩结束以后，开始玩二人玩的游戏，可能就不会了。我就把他抓起来，怎么没摔出去？没把他摔出去。哦，那个有一些加机游戏啊，双打也不错的啊，好像怒斯铁拳那些啊，他是只玩两人玩，可是我觉得也不错啊。龙一代要靠霸王间啊！你不要说双截龙一代要靠霸王间呢，你双截龙一代你不会霸王间，你还真是破不了关。原来就是这样，我上次就这一幕没看到。
三个小姐姐包围。这个才是骗我的钱的，上次我打那小姐姐也被人打死了，那小姐姐不知道是有霸体还怎样，我们拳头打不太到她，要骗五块钱。恭喜破关！我以为你要投很多五块钱呢，结果你们打这个王只用四道就破了。战斗结束，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往哪里去了。哦。战斗种族啊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哈。哎，真错哎，这个叫庞克勇士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继续看了，继续看破关画面了。这个叫庞克勇士。投钱投的好嘞，哎，这是一种幸福，打这个就是爽。这一款真的，这一款就我讲的啊。没有什么技术性，而且双方都还蛮均衡的。啊啊！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啦，也玩了三款游戏啊。那下一次打街机就是下个礼拜五啦。这间公司现在倒掉了，已经不在了。现在出的热血系列都是 IP 卖出去，都是 IP 卖出去给人家做的。哦，这一间什么 Techonis Japan 已经不在了啊。好，那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，大家晚安，明天忧郁星期一，记得乖乖上班哦，拜拜。